秒伤最高的霰弹枪，你知道吗？和平精英目前有六把霰弹枪主武器，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秒伤究竟谁最高。今天就来聊聊秒伤最高的四把霰弹枪，592点秒伤仅排第三，太夸张了。第四名 S686 新版本被加强了单发伤害，现在单发伤害高达234点，而且射击间隔也是霰弹枪最快的，为0.2秒。如果按照一般的算法，秒伤确实高得可怕，可奈何 S686 就两发弹容量，所以它的秒伤就是468。第三名 DBS 虽然弹容量非常多，有14发，而且单发伤害也很高，有225点，但是它的平均射击间隔太长了，长达0.38秒，所以秒伤为592点，但这只能排名第三。第二名 S12K 的单发伤害其实不算高，只有207点，打三级甲一枪是秒不掉的，但是它的射击间隔短啊，只有0.27秒，所以它的秒伤为767点，怪不得很多人爱用它呢。第一名 SPS12 秒伤最高的是这把度假岛专属霰弹枪， SPS12 射击间隔和 S12K 一样是0.27秒，但是单发伤害比 S12K 高，是225点，所以它的秒伤就更高了，225除以0.27等于833点，是至今秒伤最高的霰弹枪。